哦，怎么样，漂不漂亮？漂亮漂亮漂亮，这个真的，这两个料子收的可以不？真漂亮。哎，怎么了，刀哥？怎么这么急啊？你上车来嘛，老大。开一下锁。是要去收料子吗？我刚刚不去吃饭吗？嗯，收了两块了，都已经。这么快？对啊。接着下面。哪里？这个。哦，拿一下，拿一下。哇。哇，拿不动啊。压缩杆很足是吧？一个个拿嘛。嗯。你就放这里没事。你刚刚不是才去一会儿吗？都收回来了。对，就吃饭的时候收的嘛。来，我给你根电头。啊。来，我们打灯看一下。我打这个吗？你打这个。嗯。哦。怎么样？漂不漂亮？漂亮漂亮漂亮，这个真的。这两个料子收的可以不？真漂亮。你也跟我学了这么久，你看一下这两个料子哪个贵？这两个。你研究一下。嗯。我看一下啊。这个绿的嘛。嗯。黄粉。嗯。绿粉。那肯定是这个贵嘛，不都是说带绿就贵吗？你再确定一下，到底哪个贵？肯定是这个嘛，难道还会是这个啊？我跟你讲，还真就是这个。为什么啊？因为这个料子，其实我们去看啊，它只是属于一个绿色系，你知道吧？它不是属于阳绿或者说冰阳绿。如果说它是属于阳绿、冰阳绿，那可能就是说它价格确实要高一点。但是我看打灯，打灯是绿的，是吧？对，挺绿的。这个呢，它是一个底色，你看我打灯看，这样自然光看它就是没有那么绿的，知道吗？而且这个防匪，我跟你讲。红黄为翡，绿为翠。你刚刚说它是绿翡啊，其实绿呢它不存在翡，绿色它是翠，然后黄的跟红的它是翡，红黄为翡。那可能呢，你也自己在经常在市场上逛嘛，你们看到的那些红黄翡呢，可能就是说经过处理过的。那像这种呢，它是属于纯天然的黄翡，其实在市面上价格也是很高的。当然还要结合一个点，就是它的一个种水。有种水的防匪起货也是非常漂亮的，防匪它是属于色系了，那这个呢它只是属于底色，从颜色上来讲它都没有防匪贵。第二肉质啊，来给你看一下，那这个料子肉质呢它会比这个料子比防匪啊要粗一点，我们通过打灯就能够看得到，它已经完全化开的，那打灯下去是看不到晶体结构的。那而且像这样的防匪市面上现在真的是很少很少了，知道吧？虽然这个料子啊，我是差不多8万块钱收的，然后这个小的呢是差不多5万块钱收的，知道吧？差这么多啊？对，差不多相差一倍了啊，因为品质摆在这里的嘛。那我再问你一个事情，好吧？这个料子怎么样去玩它，可以让它的利益最大化？就是让它更值钱啊？对，也可以这样讲，对。这个挺明显的嘛，这不是画了几个手镯圈吗？那这种黄翡的手镯应该也挺贵的吧？很贵。那肯定是玩手镯嘛。玩手镯是吧？对啊。其实我跟你讲啊，你讲的这一块呢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不完全对，知道吗？那我们都知道原石它是有具一定赌性的，对吧？那你去玩手镯去切掉它，它不一定能够玩得出来，是不是这样的道理？那像这样的就是玩手镯有风险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像这样的料子要怎么样去玩它，就是说可以保证它的利益最大化啊。做个摆件，其实去玩原石啊，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？我这样跟你讲，它做摆件的情况下啊，它是可以多样化的，就当你想做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就是到时候再去切它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知道吧？哦，就是众口难调。对，其实我这样跟你讲吧，其实你跟了这么久时间，你应该几年前你应该知道，像翡翠的价格啊，这一年比一年高，对吧？对 对, 对。而且好，特别好的料子的情况下，特别是什么冰阳绿、正阳绿这些啊，包括这样的防匪极品防匪红匪啊，只要达到了极品，达到了收藏品质，它生长的空间每年都在10%到25%之间，每一年都在上涨，知道吧？这就是翡翠最大的魅力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会上涨你知不知道？为什么？因为翡翠啊，我跟你讲一下，它是不可再生矿物，知道吧？它这么跟你讲吧，你收藏一块
这市面上就少一块，你收藏一块市面上就少一块。而且据通知啊，现在缅甸那边是已经不让开采了，很多矿区都已经开采不了了，知道吧，就可以说是很少很少了。现在就是说现有的在市面上的大概在市场上最多也就是三年在流通，知道吗？三年之后到那个时候的价格翡翠啊会蹭蹭蹭往上涨，会比现在涨得更高。翡翠它不是还可以继续运化继续变好吗？啊，不不不，翡翠这个东西我跟你讲，它一旦挖出来之后啊，你再把它埋进去啊，它也是不可能再运化了的，知道吗？因为翡翠它这个东西呢，现在目前来讲，既然他们那边国家啊不再让老百姓或者说让承包的开采了，那肯定是有他们的用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翡翠呢，在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少的，越来越少，就代表着价格会越来越贵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还是要多学，知道吧？好，多去看看那个翡翠的市场，又长知识了，好吧？叫你来了，主要就是让你多学点东西，好吧？好，那么今天就先记录到这里，好吧？那有喜欢翡翠的，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业知识的，点赞关注加留言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